咁我哋就唱一首快歌 ，DJ 版嘅，送俾现场嘅朋友同埋直播间嘅朋友啊！
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？早傍晚悠悠过你身上香气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好，大家来看看剧情，可口可口，牧羊人什么